那基本上我想现在核准的机型，因为那种世俗化名称实在太多，那主要其实经过一些 FDA 或卫福部认可的话，大概就是五大类哦。那第一个就是红宝石，可是红宝石因为它本身很昂贵，所以基本上很少用来除毛，因为我们现在除毛已经比较便宜了。然后我想用的最多的大概就是亚历山大，然后再来是光纤二极体雷射哦，然后再来就是载波的脉冲光，那还有一些是用那个儒雅各雷射。那因为儒雅各雷射的话，它其实在除斑方面可能比较有效，那所以主要是前三台。那有一些皮肤科的文献是说，哦，经过它这个大规模研究说，这个单次的清除率可能是亚历山大可以到 70%， 那这个二极体的就是810或800纳米的大概是在60几，那脉冲光大概50几，快60。那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毛囊是有一个三阶段的循环，毛囊会有生长期、那个衰退期跟休止期。所以呢，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毛，它可能只有生长期跟部分衰退期的毛，休止期的毛囊其实它里面并没有丰富的黑色素，所以以我们的光热能疗法是没有办法达到它的。我们知道它有个极限，就是它在淡色的毛，比如说白色或是金色的毛，或很浅咖啡色的毛，用这三种雷射它不会有很快的进展，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些儒雅各雷射慢慢的打，它也许可以慢慢掉。所以一般你看在这个白人金发人种很少用这种雷射在除毛，因为其实效果不彰。好，那因为我们黄种人的毛发都是黑色，所以比较有效。那它的永久除毛，我们在消费者听起来或是客人听起来就是说我缺一毛不剩或什么，但是他讲的应该是说被我治疗的毛囊就会减少，所以可能最后会稀稀疏疏的。但是这些稀稀疏疏的，你如果还是想要没有，可能还要继续治疗，那这个也许就是不止4到6次，可能之后还是要做一些 maintain 这样维持这样。